这是一群蚊子，给我冲呀！你有病啊！吴小雪，别再让我看见你。一个大帅哥跑去学画画，不是吧？全毁了！我之前呀还喜欢过他呢。哪个女的没喜欢过他呀？是吧，吴小雪？我从来都没有喜欢过他。听见没？那也不一定。再不走，许昭成就要被抢走了。哎呀，不跟你们说了，我回去拿点东西。许昭成，许昭成，请收下。这是一群蚊子，给我冲呀！你有病啊！吴小雪，别再让我看见你。你已经成功吸引了他的注意。托闪闪的福，我成了所有人口中那个爱扒男生裤子的女生。就这样，从八岁那年到我工作，闪闪变得越来越烦人，而我变得越来越平凡。妈，你这工作赶紧辞掉吧啊！这次如果再考不上公务员，你以后可怎么办呀？女孩子家还是应该有个铁饭碗的。吴小雪，赶紧去上禀部。哎，陈伟武，赶紧。我真是服了你了，你妈逼你辞职你就辞职，他们让你打杂你就打杂，你可真是个大废物，废物废物大废物。那你就是个小废物。还顶嘴！哎呀，我们市场部就在这一层，这边请。卫生间在哪里？怎么办？卫生间在这里。啊，这么快就做好了，好奇怪呀！哎，你刚刚在厕所紧张什么？是不是遇到你的真命天子了？是许昭晨。许昭晨，就是你高中暗恋的那个。啊，我去看看。你不用大费周折的去厕所找我，在这里就可以了。公司出了那么大的事，我压力不要太大呀。你愿意来帮忙，我们真的感恩戴德。啊，真的是许昭晨。市场部的员工都在这里待命，只要你一发话，所有的人都威风而动，手忙脚乱，此起彼伏了。他朝这边走过来了。没有，他还是这么帅呀！是碰到旧相识的。以前见过，不熟。他做什么的？吴小雪，就是个新人，干杂事的。啊！我把你砸到妈妈都不认识，所有的杂事都是你们丢给他的。让他一起来开会，负责跟我对接。可是这个项目已经由我来跟你对接了。哎呀，我看呢，你们两个完全可以一起负责的嘛。两女一男三人行，必有我师三人成虎。
吴小雪，啊，开会。哦。舆论差评，用户抗议，听说投资人也在考虑撤资。罪魁祸首就是这张海报。早就给他们说过，要换一双更漂亮的腿，就是不听我的谗言。果然出事了吧？红宝石，一个服务于女性的电商平台，你们平时号称最懂女性，却做出这种东西，你们对你们的用户真是一无所知啊！侥幸的是，侥幸的是，大家现在热烈欢迎红宝石 IPP 的新任设计顾问，我们的领路人就是朱喜昭臣，欢迎欢迎欢迎！我只是设计师，我救不了你们，你们的用户不是一行行的 ID。他们也不是和投资人对赌的筹码，他们可能是你们的朋友，是你们家里的兄弟姐妹，甚至是你亲密的爱人。亲密的爱人实在是我们回什么样的形象才能代表美？这个问题就是红宝石存在的意义。从现在开始，抛掉你们那些旧有的思维，恢复到像孩子一样的状态。好好思考一下。吴小雪，你认为呢？快看着他的眼睛，告诉他你喜欢他。我，快呀！我也不知道。废物，废物，废物！别走啊！做杂事的，你留下。好机会，吴小雪，好久不见了。这是疫情督促，快上！过去的事情还历历在目呢。哦。对不起，你说过你不想要见到我，这我没有忘。